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国际行销的第七讲，我们探讨主题是国际市场的进入策略。国际市场的进入策略是我们国际配销通路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体行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决策。比如说，国际企业呢，它必须先要决定，到底产品要在国内生产还是在国外生产。 如果决定要在国内生产，那么接下来就必须决定，要透过国内各层的中间商来出口呢，还是自己去做直接出口的动作？如果决定要直接出口，接下来呢，他就必须要在国外去建立直接的一些通路，那么要去聘请一些国外的业务人员，要决定国外的销售公司的地址等等。厂商进入。 国外市场的决策，我们可以用这张图来加以说明。首先呢，公司必须考虑要不要去进入国际市场。这时候呢，要考虑我们外部跟内部的环境。外部就代表了国外市场的机会，内部呢，则是公司的资源。如果决定要进入国外市场，那么接着呢，就必须要去探讨行销计划能不能配合。 然后呢？现在是不是最好的进入的时机？公司可以选择比竞争者更早来进入国外的市场，也可以选择比较晚一点再进入。抢先进入可以比竞争者呢更早去抢得先机，比如说，借由抢先进入这个市场来建立强势的品牌，满足顾客的需求，也可以呢。 借着这个市场的销售量，提早发挥它的经验曲线的效果，也就可以呢，比竞争者呢取得成本的优势，或者呢，采用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来击退竞争者。另外呢，如果顾客已经习惯公司的产品跟服务，那它的转换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让后进的竞争者很难攻入市场。 但是呢，抢先进入市场有一些缺点。首先是市场的开发成本呢会很高，尤其当母国市场跟我们要进入的这个市场差异很大的时候，抢先进入的企业呢要投入很多的时间跟金钱来学习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还有教育消费者，并且呢还要建立通路的体系，而跟进的竞争者。 就可以搭便车，这时候呢，他可以享受抢先进入者他的一些投资，也可以从先进者的错误里面去学到一些经验，所以有些经研究指出呢，后进者成功的几率往往会更高。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会探讨下面的一些主题。首先，我们要探讨。 国际市场的进入模式。接着呢，要来说明国内制造后出口，然后我们再解释国外产销的一些状况。最后呢，我们会来探讨选择进入模式要考量的一些因素。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国际市场的进入模式。厂商进入国际市场可以采用很多种模式，我们。 综合的各家学者的一些说法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啊两大类，然后呢七小种的模式。那么这些模式呢，可以用下面这张图呢来加以说明。各位看到这张图上呢，总共有两大类的进入模式，也就是国内制造跟国外产销。而国内制造呢，就是有间接出口。 跟直接出口两种方式，国外产销呢又可以再分为合约跟投资，然后呢合约又有三种方式，投资有两种方式，所以总共有七七种不同的模式，而各种模式呢在控制力、摄入程度、弹性、资源需求跟风险呢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当企业呢如果是以间接出口， 来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那它的控制力、收入的程度、资源需求以及风险呢，都是最低的。相反的，它的弹性最高。而相反呢，如果采取我们这个七类里面的最后一种，也就是和自己独资来制造的时候呢，那么它的啊控制力、摄入的程度、资源需求。 跟风险都是最高，而相反，弹性是最低的。底下呢，我们就依照啊后面两两个大的类别来跟各位说明。首先，我们要解释的是国内制造也有出口。当要进行有关国与国的出口的通路的决策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那么也就是间接出口跟直接出口，那么。 这两个方式差别就是在国际企业与国外进入者之间去执行交易的时候呢，它的整个流程；间接出口的时候呢，制造商是用母国其他的贸易机构来提供各种的服务；而当制造商采用间接出口的时候，执行国外销售工作的责任呢就被转移别的机构了。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采用直接出口，那么我们生产者就自己要去承担这些国际销售的活动。那我们首先呢，就来说明间接出口。间接出口呢，是透过本国的中间商把它的商品卖到国外市场，而中间商的角色呢，可以由出口管理公司、贸易公司或者是经济商来担任。 相较于其他的模式来讲呢，间接出口有一些优点，包括公司可以由外部的专业公司，像中间商，啊，来得到外国市场的一些专业知识，而且它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源，所承担的风险呢相对比较少，同时呢，它的弹性最大，可以随时调整它的策略，但是。 经济出口呢有一些缺点，包括公司对于国外市场的行销策略没有控制权，而如果中间商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比如说它的定价不适当，或者它的通路不畅，造成产品滞销了，也会危害到企业跟品牌的形象。毕竟中间商对公司产品的行销经验呢是比较少的。 第二类呢是直接出口，那么直接出口呢就是自己来设立出口部门或者海外的销售子公司来销售它的产品。如果国际市场它的销售潜力很大，而公司也有一些经验的，直接出口呢要比间接出口呢来得好。直接出口的优点呢是，出口商可以拥有 国际行销决策呢比较大的控制权，销售成长跟利润通常会比间接出口来得大。另外，公司在外国市场呢可以建立自己的销售通路，直接接触到客户，获得比较好的市场的回馈，可以累积行销经验跟知识。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由于公司自己要负责出口事务，所以它的资源需求。 包含他所需要的人员跟他的资金，都比间接出口要多很多。相较于间接出口呢，它的风险自然比较高，弹性呢比较低。各位同学，我们先做个休息，再来谈谈下面的主题。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国外产销。厂商在国外的经验比较多了以后呢，他们会基于下面的一些原因呢来考虑要在国外市场去制造产品。第一个原因呢是国内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有些国家因为工资上涨、土地取得困难，使得它的生产成本提高了。 所以必须把工厂呢移到国外的市场，比如说我过去有一度呢，我们国内厂商就认为爱尔兰它的土地以及其他生产成本呢，并不比台湾高，所以就把啊这个一些生产设备呢移到爱尔兰去。第二是高关税跟进口的限额，有些国家对于进口货呢采取高关税。 或者是采限额或者配额的制度，也就影响厂商它在当地出口的一些意愿。第三个是运输成本过高，由于产品的体积太大、重量太重或者距离太远，这些因素呢都可能造成运输成本非常的大，非常惊人。为了使 产品的成本呢能够降低，就必须在海外去生产。第四个是政治跟法规的限制，很多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的业者，规定所有政府的采购品都必须要在当地制造，而有些国家对于外国的厂商啊，采取一些吸引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奖励的措施。 那这些做法呢，都可能使厂商呢移到当地去生产，最后就是要迎合当地的需求，在国外市场去生产，比较能够配合当地顾客的需求，它的产品的设计能够啊比较快，同时呢能够去快速的改善它的供货，加强它的售后服务，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而。 国外产销的方式呢也有很多。我们按照它的控制力的大小跟风险的高低，可以分成合约跟投资制造这两大类。合约呢，又包含授权、特许权跟企业生产这三种。投资制造又分为合资跟独资。我们现在谈合约。那么，厂商如果必须就近在当地生产。 而不愿意自己投资设厂的时候，就可以用三种不同的合约的安排。第一种就是用授权的方式，授权是由多国性的公司，通常就是授权者啊，来授予他们国外的厂商，也就是被授权者某种有商业价值的权利或者技术，然后再从被授权的厂商那边得到一些报酬，比如说。 很早以前，啊，从一九八七年开始，Benetton，他们每天呢，就平均可以多设一家分店来销售他们的运动衫，而他快速成长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采用授权的方式来经营他的事业。授权是可以让公司的智慧财产权,权或者公司的一些制造的啊一些技术呢。 很快的取得报酬，那么受权者他要授权的项目呢，包括专利权、商标使用权、著作权、产品的生产技术或者加工处理的技术。但是呢，接受授权者如果没有权利来开拓这个市场，或者他的能力不足，很可能授权就不太划算了。比如说。 百事可乐在进入法国市场的时候，它授权当地的矿泉水公司，也就是 Perrier，啊，来装瓶出售它的饮料。但是因为 Perrier 在当地的超市里面，它的配销能力不如竞争对手，所以呢，百事可乐在法国的市占率呢因此下降最后取消了对 Perrier 的授权。授权合约里面呢。 应该要详细去说明一些权利义务。就权利方面呢，下面几点是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权利的内容，要移转的智慧财产权,权，比如说像特定的专利技术、商标、它的营运模式或者行销模式等等。第二个是移转的方式，技术移转的方式要清楚说明，并且要规范。 技术移转的手册到底要用什么语言？比如说用英文或者被授权者他们的母语，来便利被授权者了解。第三个是地域，授权的地域范围包含了哪些国家、哪些地区？再授权，也就是说被授权者能不能把他授权的事项再授权给其他的人？ 而在义务方面呢，则必须注意下面几点：第一个是全约金，授权者他啊一次呢，这个要收多少的啊费用；第二个是权利金，也就是说被授权者呢，他要支付的销售额里面的多少的比例，通常呢大概是五个 percent 到十个 percent；第三个是外加的费用。 那么，除了授权当初提供的一些技术跟服务以外呢，被授权者呢，他要求提供额外的一些服务或者技术的时候，那么很可能还要再付给额外的费用。第四个是保密，对于这个专利技术或者营运模式等等各方面的事项呢，被授权者都有保密的义务。 第五个，要接受查核，由受权者来检查，被受权者呢，到底是不是遵守他的授权的契约，并且呢，有没有确保它的品质？那么技术方面，啊，各方面的做法是不是符合受权者他的要求？那么一般来讲呢，企业如果用授权来进入海外市场，有很多优点。使用授权的模式呢？ 企业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然后它可以获得稳定的潜力金的收入，也可以分摊原有的研究发展的费用。如果海外市场呢，它特征很高的关税或者有配合的管制，那么采取出口的成本也很高，或者是贸易障碍很高的时候呢，我们比较适合授权给当地来生产。那么， 授权模式也有一些缺点，被授权者很可能为了利润，降低它的商品的品质或者服务的水准，让授权者的品牌形象受伤了。而授权者把专利技术授授权之后呢，很可能被授权者呢，他加以改良，不管是在技术上面或者营运的模式加以改良之后呢，很可能。 会变成未来潜在的竞争者，反而夺取了授权者的市场。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种合业的方式，就是特许加盟的制度。那么特许加盟在各种服务业里面呢，应用的非常广泛，像素食业、便利超商、理发美容等等。那么特许授权，也就是啊。 一种 franchise 的制度，特许授权者我们称为 franchiser，啊，他授予被授权者，啊，也就是 franchise，用特许授权者的品牌名称，并且呢，用特定的营运模式来经营某些业务，而从被授权者那边呢，可以得到一些报酬，他的权利金。 通常是它的营业额的一定的比例，啊，呃，像麦当劳或者是希尔顿、必胜客，这些都是国际连锁的一些特许的事业，啊，像食品与日本啊，在全世界呢，啊，它有超过两万多的分店，而麦当劳在一百一十个国家里面呢，它有。 两万两千多家的一些分店，国际营收的比例呢，几乎是比国内的营收还来的高。特级授权的一些合约呢，它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呢，也是是相当的高。各位看这张表呢，这是美国啊，它的十大流行连锁企业它的开店成本，各位看到。 从 Hamilton Hotel，它收集的费用呢，要三百七十万到一千三百万美元。Subway 啊，就是前厅堡，它要收取八万五千块到二十六万美金。啊，底下呢，一直各位看到各种不同的收的连锁事业呢，其实它收取的费用啊，也都不是很低。我们再看麦当劳，它开店的成本在美国呢。 大约是102万，带到218万美元之间。如果不借着特许加盟的合约呢，麦当劳绝对没有办法快速的这样子展店啊。另外，特许加盟的合约也可以发挥以业功能，能够去网罗当地有创业精神的人才来管理当地的人。特许加盟的优点呢，跟授权是很类似的。 他不需要去承担开发市场的费用跟经营的风险，因为这些都由加盟店来负责了。加盟总店呢，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来开发新市场，但是它的缺点呢，也是在于品质管控的问题。加盟总部呢，必须安排督导人员，才有办法控制它的品质。各位同学，我们休息之后再谈谈下面的主题。 接下来我们谈到企业生产，企业生产呢是用签订、er、的方式委托当地的厂商长期来生产产品，然后再用自己的品牌在当地市场呢来行销产品。当一个市场的规模不够大，在当地市场没有规模经济，而当地政府呢又有配额或者是关税来保护本国的厂商的时候，那么最好呢就。 用了这个企业生产的方式，比如说，保险公司，它就曾经呢，在俄国市场，委托当地的制造商代它生产清洁剂。保险公司呢，专心来做行销的工作，生产就交给俄国的公司来做而另外一个例子呢，是，我国的莱德科技公司呢，它曾经跟 Trax Data。 啊，来合作，啊，那么呢，来的公司呢就不需要呢去啊从事当地的很多的生产的工作。他跟 Trace Data 呢来签订一些产销合作的合约，结果呢在三年里面呢出货了九亿片以上的 CDR。企业制造除了可以降低对于厂商设备以及人员的一些需求之外呢。 也可以降低延厂面对的一些贸易障碍，利用代工厂国家所拥有的一些优惠的待遇啊，比如说我们台湾的成衣业呢，曾经在印尼啊来寻找一些代工厂，因为我们台湾苏美的配额不足，所以呢就可以利用印尼当地的配额来外销。阿尔及利亚当地的政府呢很鼓励。 他们的自行车叶子，所以呢，同样的，我们可以呢，想办法啊，委托当地来制造。那然后呢，我们这个在当地啊，这个我们采用 CKD 的方式出口之后，在当地组装，就可以享受呢比较低的关税。但是制造，机械制造它也有一些缺点，比如说代工的产品，它的品质呢可能不太稳定。 不能够符合原厂的要求，或者呢，它的交货不准时，呃，造成顾顾客的抱怨。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投资设厂。如果我们必须在国外设厂，而且呢，我们不愿意把生产机密呢来外泄，我们很可能就必须在当地来生产。那么，当地生产呢，有两种策略，第一个。 就是合资来设厂，第一个就是独资设厂。我们先说明合资设厂。那么合资设厂就是跟当地人一起来啊，这个设厂营运。跟当地人合资呢，可以减少所需要的资金跟人力，可以用熟悉当地食物的管理人才来管理当地员工，或者利用投资伙伴的人脉来拓展业务。 利用现有的行销通路来销售产品等等，但是合资呢有一些缺点，比如说因为跟合作伙伴呢啊争夺控制权，是或者是他的经营理念不同而有冲突。投资设厂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采用独资设厂的方式。那么独资设厂呢，让总公司可以去拥有。 子公司绝对的控制权，而且不需要花费很多精神来跟当地的合作方去沟进行沟通，可以迅速的去实现公司的政策，得到利润，又可以让公司独享。那么，独资设厂主要的缺点呢，则是在当地的市场涉入太深。那么，如果当地的政治风险高，市场需求急速萎缩，那么。 都可能让我们进入进退两难。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今天最后的一个主题，也就是选择进入模式的时候要考量的因素。进入国际市场，它的模式很多，每一个进入模式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够适合所有状况的最佳的模式。跨国公司呢，必须要充分的考量它的内部环境。 跟外部环境因素来寻找最适合的一个进入模式。首先，我们就要来看外部环境的因素。外部环境必须考虑因素很多。第一个就是市场规模跟成长。我们所要进入的市场的规模越大，或者它的成长潜力越高，那么就越能够去支持独资或者合资设厂这种需要大量资源的。 进入模式，所以西藏人员要好好去评估现有市场跟潜在市场它的规模跟未来的成长的潜力。第二个是竞争的情势，当地的竞争情势也是我们一个重要考量。如果市场或者通路控制在少数几家很强的竞争者手上，那么采用合资的模式呢是比较可能进入。 第主国的市场的，第三个是风险。当外部环境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或者风险很高的时候，就业不利于要投入大量资源的这种进入模式。所以，跨国公司除了要考虑现有的环境风险之外，也要评估未来的风险。第四个是政府管制，当地政府的管制措施也会影响到。 我们选择进入模式，有些国家限制没产业不可以独资，所以合资是比较可以突破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就在考虑内部环境的因素了。内部环境因素呢，第一个要考量的是企业的目标。当跨国公司企图性很大，那么它就很可能选择要投入资源比较大的进入模式。 相反的，如果它比较保守，那就可能采用间接出口的模式。第二个是策略的控制，跨国公司对国外市场的策略跟作业，如果希望控制的程度越高，那么当然他就必须要选择了独资的方式了。那么如果呢，他比较不需要啊这个去控制，那么就可以透过跟别人的合资甚至于授权的方式。 最后就是公司的资源跟能力，如果公司的资源跟能力有限，就会偏向于用出口、授权和加盟的方式。这种资源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各位同学，今天把进入国际市场的各种模式跟各位做了说明，我们就谈到这了。下周再见，谢谢。